你跟队友来的，不要不正常。你跟那个一起来的吗？那阿你妈的，有一定有没有来的。来的啊？我没有来。给看第八面，第八面，一个，来，第五个，第6个，第六还没有上到。好，你直接挂了。嗯，看第八面，4个吧。okay, 第八面呢是还要我们 Cherry Jajari 的 symbol 是 J，然后 Bagi Bulatan yang beri yang mempunyai luas yang berikut，他给你的这个面积呢，就是 luas bulatan 来的，so luas bulatan 的 formula 啊。OK，luas bulatan 会等于 I J，我是读的。OK，所、so、以既然他讲78.55是，哎，怎么不见了？I J，我是读的。OK，所、so、以他讲，既然 luas 是78.55，我们就写在左边了，对吧？我们写在左边，78.55会等于。派，OK，派它会特别的，诶，很奇怪的，对啊，让我给录多一下，哎呦，我这个做好了了，有时候他讲 loss 等于78.55，我们就写78.55写在左边，右边也可以，左边也可以啦，不 care 的哦。会等于派43.142，问题给哦，J 不懂，对，我们就剩下的就是搬来搬去吧，把这个乘3.142搬左边变成除3.142等于 J 瓜氏读二嘛，这我顺便把瓜氏读二搬去左边，变成温州瓜氏读二。啊，一次过做完啦，解决出答案了。你会拿到78.55除3.142，哎呀，老板很好。你会拿到50M 吧？我们就写五咯，很简单啊，这个。给你们试看看做第二题了，第二题的。1分钟做得完了，这个东西，只是它的牌你要注意啊，它的牌不是用3.142了，它用22除7。耶，在这块稍微看。哎，没答案，来这个。第二点，南国的人，好，南国的人，哎，那边好，哎，对，没中国买的，都好，没中国买的，不分的中国啊，我讲我没有信，嗯，我没有信，可能有了嘞，有一段时间，可能我是还没动，无症状好，导我致还会在搞文字。抓了，哦，都好，拜拜。戴口罩啊，戴双层。也有个。33，我错了，我还没有算清。
哦，那可不得多。对啊，一样做法，3、4、6.5等于派 j，哇是如何？对，然后这一个的话，你可以先把除气翻上去变成气先，对吧？然后这个22j，哇是如何？把22搬左边会变成除22的。OK，会等于 j 瓜是如何？但是我又顺便的把瓜是如何搬掉，变成不就瓜是如何？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会节省很多时间去打那个答案啊。Okay, 我们按 calculator 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先打里面先的3、4、6.5乘7除22。OK，然后我们要。OK，然后我们要温州瓜是多少？温州瓜是多少？21/2。我们先算里面的先，然后你再温州瓜是多少？再温州瓜是多少答案就可以了，因为有时候你很纠结嘛，你温州瓜是多少要不要放括弧啊这些东西啊？你就不要管它先了，你先算里面的先了。你再把那个答案不就保持住了，就会很安全了。给来第二题，第二题，第二题。OK，第二题的话啊，我们就是用第二种这一个呢是 lost sector，你看他给你的这一个啊是 lost sector 来的，刚刚是 lost bulatan，就是一整个圆形的面积，这个只是圆形的一部分叫 sector。比如说举个例子，我们看第一题，formula 呢用的是这一个，OK，记住啊。这个是 loss sector 的 formula，忘记的话你可以写起来。loss sector 会等于角度除360乘派 j，瓜是多少？这个考试应该会给了，要看情况了。就算不给的话，还好啊，那个 formula 很好记的。角度除360乘派 j 是如何？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哦，我们的这个角度要跟 sector 是同一边的。就比如说，你看啊，这个847哦，跟这个220是在同一个边的。我没有给你另一边吗？所以 make sure 他们同一个边啊，你才可以用 formula。OK，我们就这样子，我们做847减847等于。OK，formula 是角度除360吗？现在角度是220，我就写角度220除360，然后再乘派。问题跟你讲啊，派用22除7，我们就照写，然后再乘 j 瓜是多二，因为派 j 瓜是多二嘛。哎，你可以像左边这样做。就是你先把这两个合体先也可以，但是你要写到再复杂一点点，也是可以的。就是比如说，我做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因为你不要太纠结于一定要做这个方法还是那个方法，它的方法呢是先把这两个合体先，这两个合起来先，847道槽先。OK，我先做好的方法啊，待会我再教你 shortcut 的。842，对，先把这两个合体先220/360乘22/7，121除63嘛，我们就写了121除63，然后右边还有乘积，瓜是多的，照抄。
过后我们再把除63搬过去左边，变成乘63。121呢是乘法来的哦，搬去左边变除法，除121等于 j 八十度二。再 shortcut 一点，把本就八十度二搬左边，变成本就八十度二。做快一点的话呢，是这样子直接出答案了。我们的 j 会等于多少多少？给，先按里面的先，847乘60除以21，对吧？里面是420嘛，本就八十度二，刚刚的420。写小数，哎，小数点，有小数点，让我看看，847有写错，那不太可能哦。帮我按对一次啊，220除360乘22。121除63，哦，乘60哦，写错了，难怪了，乘63才对嘛，这边除63呢，所以这边乘63。OK，所以是847乘63除121，答案本就八十五二21，所以答案21cm。有些人会懒惰的，你要再懒惰一点也可以啊，但是会写到有一点点的丑啊。第二种方法就是你直接把220除360啊，这是乘法嘛，整个搬过去变除法，这样子，除220除360，这个乘22除7搬去左边变成除22除7，哎，除在下面呢，有点丑啦，等于结果是读二。结果是读二摆过来变成不就果是读二，这个是一步做完了，这一边哦，解决出答案，按 calculator 答案也不会变的，847，那意思给你看啊，over 220 over 360乘227，啊，这是里面啊，是。本就八十多21，所以 J 还是21的，所以 J 等于21 cm。这种考过来都会比较作弊一点啊，你自己看我按出来是按的比较好按很多，因为平时的考过来都是一条线嘛的，上面就是一格，但是这一个是可以看到三格，847 over 哈，它会写在下面啊。你去 Shopee 找啊，Shopee 很多的。你去找 Shopee FX991，去找，很作弊耶。FX991，哎，不是啊，不是，笑哎，200多新多的，哎，200多块啊，没有，没讲贵了，没讲贵了，我不要讲感觉，大概FX991EX 啊。很便宜吧的，你可以去买了。其实，那个在哪里啊？在 Popular 好像没有看到了。Popular 是这种新的，这种也是可以一样的，只是你要重新学过了，因为它的按法跟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，跟你平时学的那个不一样啊。这个我不确定啊，这个应该也可以的，20块吧，这种50多块哦。你去 Popular 买。120多，很贵的，但是它很好啊，我会跟你讲它很好很好那种，但是很贵啊，你看我自己都没有买，我都懒惰用，但是它真的是很多 function 呢、啊，有一些可以画 graph 的，很多很多的，哎，这个，20块，很便宜的，去找啊，去找。OK，所以你答案是21啊。我们来看一看第二题，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啦，因为它的按法是完全跟你现在按的那个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因为它的 A、B、C，你看在这里哦，换成 decimal 啊，比如说1.2对吗？换成分数，小数点在这里啊。
平时我们按这里的嘛，他先按这里啊。OK，来下一个。OK，第二题。OK，你可以看得到哦，它给我们的面积跟角度不对，不同边了。因为100度在下面，但是183呢是这里的，所以意味着我要把这里的角度找出来先哦。这里的角度呢是一圈360减掉100，剩下260。所以角度方面呢是260度的 for 这一个面积183，所以我们就用回刚刚我们的183七又183又七分之六嘛，过后它会等于角度除360乘 i 22/7再乘 j 85。行啦，然后，自己搬呢、啊？你要把这个换成加分数也可以啦。你看，好像他这样子换加分数也可以啦。你应该会换吧？换加分数，按 calculator 会换的，很容易的。你可以先把答案找出来先啊。如果你要按加分数啊，183，哎，不能，183。六七，加分数1287除去，就写咯，1287除去。你们按的话，你先按咯，183 over 6 over 7，先按等于先，按了等于了过后，你再按 ABC，你再按 Shift ABC。OK，如果你用 FX570 的话呢，先按183 over 6 over 7，按等于，再按 Shift ABC，你就会拿到1287。你会拿到1287 over 7的加分数，用 calculator 来帮你算，对吧？不用自己183乘7加6，麻烦。OK，然后右边这里也是一样，260除360乘22除7啊，合体。260 over 360乘22 over 7。143 over 63，我就写143 over 63，J 52，对，所以 J 又出来了，除63搬过来变乘63，所以乘63是乘给分子的嘛，所以1287乘63除7，但是这边有一个143哦，这个143搬去左边也是除143，所以写在分母那边，143。也用乘啊，但是因为 overall 是除来的，所以是除143。过后这边有本来有个结瓜是多的嘛，因为瓜是多的你还没有搬，所以顺便一次过搬买过去啦。然后按 calculator，回去瓜是多，1287乘63，七乘143。对吧？你看啊，这种 calculator 你不需要放括弧。如果你用你们的 calculator 要讲按呢？你们的 calculator 我给你讲啊，这样子按，根据瓜数图括弧，1287乘63关起来，over 7乘143关起来。你要放这个括弧来告诉 calculator，这一边是分子，下面这里是分母。但是这个 calculator 你不需要，因为你眼睛看得到，你会不会答错吗？所以按等于九，就是9 cm。老师，我不是很明白这个 formula 的意思哎。啊，formula 的意思啊，formula 啊，这个，这个 formula 这个 formula 讲的是。如果你要找，你不是找一个圆形，OK，而是找一片 sector 的面积的话，我就是用这个 formula。而这个 formula 的那个 concept 呢，是这样子的：你拿角度，OK，四十除360，因为你比如说这个例子啊，四十除360，你会算到什么呢？你会算到这个四十度在这个一圈里面占了多少的比例。占了多少的百分比啊？你可以这么想，比如说四十除三百六是多少啊？
40除360，对吧？你拿到九分之一，也就是说，这个40度啊，其实是圆形里面被砍成九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被砍成九分的其中一分，所以40除360哦，但是我要算面积哦，我就要乘一圈的面积咯，因为一圈的面积。是一整圈吗？但是被砍成六分了，所以我就乘九分之一了，就是这边40除360了。所以你可以这么想啊，这个是一个比例哦，这个好像一个比例这样，怎么写啊？这个好像比例哦，后面呢是一整个圆形的面积，你拿这个比例乘一整个圆形的面积，你就会得到相对应的那一个40度到底是多少的面积。哎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如果你要明白的话，如果你不打算明白，你就背一我们的 log sec 等于角度数360乘 pi j square。总之记住啊，那个角度一定要跟你的 sec 同一边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你看这边，角度40度，面积就在这个地方啊，28 216七分之二，就在这个地方，220。就在他给的这个面积847这边，18367，你不能拿100哦，因为你拿100的话呢，你的面积在这里，不是这个吗？我们要的是上面这个 part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拿360减掉100，拿到那个面积里面的那个角度，我们才可以用。你放100就错到完了。OK，大致上是这样。So，我们看下一个 part 啊，这是 9cm，有点长啊。后面是找角度的啊，角度也是很容易的了哦，也是搬来搬去的问题吧，at the end。哎，还有3分钟啊，我这边要 quick 一下啊，要上厕所可以上厕所啊。